在我今天对你的表现非常失望，因为我刚刚戴耳机在听，你从头铺麦到尾，几乎那些歌都不能用的。如果在录音室录音的话，那完全不能用，铺到底这样。OK， 这方面要修正一下哦。张宇老师也，因为我才听你两次哦，其实听第二次我其实就有一点点腻了，因为声音越特殊。越会唱歌的人越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你很容易上去，但是你也是最容易下来的。这样听起来我们会有一点担心分数啊、哦，来看你今天能不能过关，请评审给灯。杨宗纬刚刚的演唱，评审们认为十一吗？十一分，队友们对如此的低分都相当的错愕。这时才是残酷考验的开端。制作单位特别情商评审们用极尽刁难的理由淘汰掉录影当天生日的杨宗纬，除了给他一个惊喜之外，我们更要考验其他的参赛者，在唱将都无法过关之际，他们还能够拿出水准继续参赛吗？目前为止你好像是最低分呢。对，可能我唱的没有那么好。你自己觉得呢？杨宗纬要不要在这里先跟所有爱护你的观众讲一些话，因为说不定今天是你待在这里最后一次。好，就是很感谢老师啊，然后还不一定，但是桃姐希望你能多说几句话。我现在不太敢讲话哎。一说就被考出来哈。其实你来唱歌，家里人支持吗？然后朋友对你有什么样的？就很多朋友都很支持我。嗯哼，谢谢他们。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大家给你的支持跟鼓励，其实你觉得你会走到最后一关的，很有希望的。可是我觉得说，其实。提早走也是，就是比较没有。提早走，对，早死早超生啊！我跟你讲，他现在在盯啊，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好不好？来，先暂时到台下休息，谢谢杨宗纬。其实我很担心被淘汰，不然要不到。淘汰的是。所以我觉得早点走也不错。歌唱实力雄厚，从未尝过败绩的杨宗纬，在评审完全不合理的评判下遭到淘汰，完全无法平复情绪的他，失落的坐在舞台下，看着其他参赛者的表演。接下来是与他情同兄弟的潘玉文，他能不受好友淘汰的影响，维持水准顺利演唱吗？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潘玉文的演唱会选张学友的歌，是从小就崇拜他吗？嗯。你怎么了？你被刚刚前一位的分数吓到了，对不对？然后你跟他又感情很好，看到他现在暂时低分，有一点心情不好。小林老师针对他的演唱，因为他一开始就太紧张了，然后我还问张宇，我说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嗯，好，潘玉文能不能达到16分？赶快先来看他的分数，请评审给灯。14分。好友淘汰，潘玉文的情绪果然大受影响，表演失常的他只好黯然走下舞台。刚刚我在听杨宗纬唱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感动到我，然后就没想到分数是这样子，然后就整个情绪又受到影响，就没办法好好演。杨宗纬与潘玉文这对好兄弟在此接连遭到淘汰，而接下来的参赛者周定伟也是他们两人的好友之一哦。他能维持稳健台风照常演出吗？只要让我做一天你温暖的水床， Oh baby， 可以温柔的把你搂在我的怀中，哄着你入眠，梦中每个细小动作经常在你的耳边诉说，都会让我打败所有怪兽在你梦里。哦哦，悄悄藏在你抽屉里，成为你心情的日记，不能知道的你的小秘密是我的爱情，希望能一直看着你，搂你在怀，在我的怀中抱着你，我想要可以永远的爱着你。哦哦哦，谢谢。因为怎么做到这么稳健的台风？是因为你跟前两位感情没有那么深厚吗？还是你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转移注意力？我觉得就像评审老师说的，表演就是表演，嗯，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加进来。嗯，虽然我对前面两位，嗯，我们感情也很好。嗯嗯嗯。对，好穿。好，这次还要特别感谢一位舞蹈老师的指导，对不对？对，就是 Kimiko 老师，嗯，他特地为了我这首歌重新编排舞蹈，然后亲自教我。嗯哼，又唱又跳，很不容易。哎，张宇老师，请讲评。我一开始我也觉得你可能跟杨宗纬不是很好。那你现在看到你那么穿，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蛮好的哦。如果按照界限来分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出唱片，但是唱片会不会红，没什么把握，就是这样子。好，好，马上来看一下他的分数可以得到几分，能不能过关，请评审给灯。依然完美演出，但却被评审们质疑明星特质的周定伟会因此离开这个舞台吗？所有怪兽在你梦里，哦哦，悄悄藏在你里。虽然面对两位好友接连淘汰，周定伟依然维持稳健台风，他能获得几分呢？